2020乌面阿伯保育季系列活动迎展记者会，28日在市府民治中心1楼大厅隆重登场，由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主持，正式公布今年活动的主题：2020爱你爱你爱黑皮，国际保育类候鸟呢乌面阿伯绿色，飞到咱这个台南来栖息过冬，为观赏沿海。当天候鸟活动拉开序幕，台南市政府主办2020爱你爱你的爱黑皮乌面阿伯保育季系列活动呢，将于10月22日在客家生态园区呢登场。市长黄伟哲呢邀请各地民众前来台南体验生态旅游，大饱眼福观赏黑皮甲各种的冬天候鸟。也大饱口福嘞，品尝新鲜的海产，加各种地方的美食。市长夫人刘义清老师表示：好，那今天市长哈，昨天特别交代，他说他往年都会来，那今年因为议会的关系，没法都常来。那他说啊，你驾车，你驾车你跟这有关系，那你把你的所见所学哈啊。大家好去了，照灯以后，好好的学生好了解。我讲恐吓我请假来，那非常感谢各单位的那个赞助跟那个共襄盛举啦哈。那刚才我们的主持人都有讲，我们台南几乎是占了66%嘛，啊，今摆已经是请假，啊，代表是咱的环境很好。那咱会当用咱技术为资源，希望咱会当继续加。善用啦，啊，这个善用的话吼，上好的是，会当啊亲子旅行，他都要看来看去吼。咱有大只的迄种乌面阿伯，就是咱树仔脚咱的好朋友；，嘛有细只的乌面阿伯，就是咱客家幼儿园的小朋友。那代表是有传承，吼。咱嘛希望讲咱的主题，台南市的主题，不管是哩对甲是啦吼，37区的主题拢会当。对这个乌面阿伯的熟悉，吼，会当较熟悉。尤其今仔日，吼，咱今年是109年的主场，寓意是伫咱客家之地，所以咱期待去客家，除了看乌面阿伯了后，嘛会当食咱的沙白鱼肚，交咱的迄种沙白鱼丸。哎，讲实在，有通看，都有通食，都有通掠。迄掠不是掠乌面阿伯哦，是爱吃，爱把咱的沙白鱼掠回去。拍摄我的补充介绍一下，我刚刚安尼顺一遍吼，跟第我们信义分局司分局长，还有我们陈坤和医院的助理吼，不好意思，因为安顺吼，哎，你讲老师你做搞背吼，对，我是做搞背，所以我头刚听一改了，我才背起，我拍摄即个新闻对了。啊，我交市长较无共的是，市长较斯文，啊，我较可能驾车较爱讲笑啦吼，所以希望讲咱的。对记者会哈，真的是除了有很好的舞蹈啊，有很好的那个什么我们的艺术品之外，啊，更有很好的笑声呐哈，啊，所以恭请哈大家笑起来。那希望未来咱的迄种学生，哎，刚才有提到学生哈，学生咱的囡仔是咱未来台南市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啊，咱要安好咱的囡仔，咱的小朋友会当生根在这一方面哈。啊，对咱的湿地，对咱的乌面阿伯，甚至我们的农特产品能够实在，这是必要的哈。我希望讲，咱会当继续努力啦。啊，当然我站在我做老师的这个角度内面吼，我会好花尽我的力量。啊，当然我当然有来甲伟泽甲喵喵喵，忙袂记住咯。哦，对，忙袂记住咯。咱七个的好物件，绝对一定爱这个传承下去啊。祝今天的记者会圆满成功，谢谢。各单位哈，阿刚刚旅馆处，还有我们林务处哈等等的单位都共同来协助。啊，其实他做咱看表演的时阵，就像刘老师讲的啦，哈，咱有大朋友嘛，有小朋友，啊，嘛有咱像咱这边家哈，我看那个动作做得很厉害哦。我他说刘老师在那边开玩笑，我们搞不好等到那个岁数的时候，我们做舞台啊，我们再组一团呐。
主义团中民班的，跟他们学习啦。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表演里面看得到哦，咱国民大会在咱今麦这台湾来讲，全世界可能四千几只，哈，四千八百几只，来台湾的就两千八百几只，啊，过来景点咱台南的就1800多只。可见鸟啊比咱搁较厉害，会经所在会经食，啊，所以经的所在拢是对，拢伫咱台湾。啊，咱二十几年来对乌面阿伯的保养吼，包括咱伫恁遐吼，他长期在那个地方也都投入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说，11月22号，咱伫客家湿地园区这边将要来办理咱保育的活动。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努力到现在吼，咱已经创下了台湾就是候鸟这个黑面琵鹭来台过冬的数量已经是创新高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在保育上面哦，很多的这个投入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咱11月22号，请大家吼，一定爱跟恁咱来咱客家，啊来咱这个七股啊这边家哦，不管是要玩，然后要吃，刚才那个咱手机那边遐嘛有讲到吼，有七股七宝。哦，但是贵体拢办那个海鲜宴啦吼，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最喜欢吃的。那包括市长现在在推的这个肉燥饭，来贵家体验很久厉害啦吼。所以我诶，沙巴鱼汤、沙巴鱼丸汤吼，这个海边的部分来配我们肉燥饭节吼，咱那个11月的21号开始也要有肉燥饭的这些比赛项目，所以来台南吼非常好。海边是顺一年会当胜，啊会当保育，啊然后做很多亲子的哦活动，啊然后希望大家吼，我们不断的去投入这些保育的活动，可以让这个乌面阿伯啊，包括其他的那些保育的一些鸟类，也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啊，但今天也希望我们的相关的活动可以越来越顺利，啊大会也可以圆满顺利完成我们在学甲的这些湿地上面举办的一些活动，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来2020哈，黑面琵鹭的保育季的活动哦，今年的主题是2020爱你爱黑皮的活动哦的主题活动哦。我们今年包括在水甲湿地，在11月22号哈，我们因为市长非常关心我们的那个黑面琵鹭保育的活动，我们配合市长的时间哦，把它敲定在11月22号在水甲湿地生态园区来举办哦。当天除了有水甲湿地的吃日口意向哦的揭幕。还有我们黑面琵鹭保育季的绘本首集的出版，另外还有王丁宇老师的那个的环保泡棉的那个遮阳帽哦，另外还有那个陈亮琪老师的黑面琵鹭的电烧弱化创作展，另外我们在12月还有一个黑面琵鹭亲子的轻旅行的活动哦，我们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台南看黑皮吃好料的，另外来台南做生态旅游。而且水甲湿地那边也有不少的那个生态非常的丰富，包括有很多的招潮蟹啦，很多的各种的候鸟，另外还有自行车道，欢迎大家来水甲，也另外来七股，另外来台南地区看黑皮吃好料。好，2020的黑皮保育季即将在我们今年的11月22号正式开幕了哈，那我们。黄伟哲市长非常的关心我们整个黑面琵鹭的一个生态以及基地的发展，所以呢，他当然当天也会亲自来出席。那另外呢，我们局长谢耀清局长呢也非常关心我们整个黑面琵鹭的一个发展啊哈。那所以他们一直在指示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整个基地，包括我们七股的主基地，还有饲草的基地。然后现在我们整个学甲湿带园湿地呢，也是一个最我们已经是第三大的一个栖息地了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也是欢迎全国的好朋友，喜欢黑面琵鹭的好朋友，能到我们台南来欣赏鸟啊，欣赏黑面琵鹭，因为冬天在台南呢是候鸟最多的一个季节，除了黑面琵鹭，还有很多的一个候鸟到我们这边来栖息。那所以欢迎全国的朋友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欣赏我们的鸟的一个美姿，也到我们这边来吃我们的美食，尤其是今年的开幕期间呢又有肉燥饭的比赛了哈，那可以大家来到真的到我们台南，我们台南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啊，所以欢迎全国的朋友到我们这边来参加我们今年的黑面琵鹭保育季，谢谢。3、2、1，2020，爱你爱你爱黑皮，黄伟哲市长正不正？正。黑面琵鹭
的绘本制作的学生，有我们王姿莹、李嘉鹏、王承轩、陈玉伦。来，邀请我们校长来为我们致辞哦。好，我们市长夫人哦，还有我们到副市长，以及我们邱任武邱理事长，以及我们在场所有的长官贵宾哈，以及关心黑面皮肤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早。早。那我想感谢理事长也以及我们生态保育协会哈，给我们新义国小这个机会哈，一起来关心我们这个黑面皮肤的生态。那提醒9月22号理事长来讲，要拜托完社会本来时分，我想有挂档的时间哈。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果他跟我讲说只有2-3个月。我说哦，还好我后面有一团很强大的老师哈、哦。那所以我们今天有带了4张的初稿来哈、哦。那我想，因为李尚跟我讲说做了一年就要做3年，等于说我们要做3年的绘本哈、哦。所以我们3年的绘本，我们今年是第一集哈、哦。我们第一集是我们的书名叫做。小黑皮度假游学记，那内容是描述我们的小黑皮呢，从韩国迁徙来台湾的这个过程以及它的情形哈。那明年我们会出第二集，就是小黑皮在台湾的一切的生态跟它的生活的状况。那后年我们就会出第3集，也就是说小黑皮长大了要从台湾回到韩国去啊，这个过程哈。那我想如果有关心我们黑面皮肤的朋友呢，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来欣赏哈。那我想最后利用这个机会了哈，那也感谢邱理事长哈的这几年来哈对我们的黑面皮鹭生态这样子的付出哈，那也利用这个机会说，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不只是哦我们保护我们的黑面皮鹭，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生态环境意识的抬头，那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哦。那感谢大家，也辛苦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啊，感谢呢我们校长来带领的朱老师。这个同学啊，借着这样子呢一个绘本首集的出版，让我们的同学一起来学习到哇欧米拉杯这样非常的稀罕濒临哦啊，这个可以说是要绝领我们这个鸟类啊，所以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好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哦，来掌声鼓励一下。黑面皮鹭哈，这个帽子哈，是我经过快一年的研究，所以好不容易这个把这个板呢打出来啊，然后因为没有办法大量生产了哈，所以我们都是用手工来制作，但是那个板我都留住了哈。啊，这个黑面皮鹭很可爱啊 ，happy 很可爱哈，啊，这个又环保。然后携带又方便，你折一折都没有关系，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形状啊。所以我们呢，到时候下个月我们师弟有办活动，我们呢会推出这一种材料包哈、哦，很简单的组合，这个组合不到3分钟，小孩子都会，而且你在组合的时候相当有趣。好，我现在可以示范给各位看一下哈、哦。好，我们这里只有几片而已哈，然后我们先把这一个，我们这个都做活动式的，我当初研究这一个板都是用活动式的，用组合，啊，这样用组合哈。看起来简单，其实不容易啦哈，要把一个复杂的东西把它变得很简单，才是真的厉害哈，才是本事啊哈。好，来，所以呢，我们可以让这个小朋友呢，哈，还有大家这个亲子一起来互动哦，然后呢，对，一起来响应我们这样的活动，然后也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有趣。我们这一边哈，我都有做卡榫哈，让各位可以直接弄进去，因为你们现在带的那个，我都已经跟你处理好了哈。刚刚哦，应该不要处理好了。对对对，然后下一个行程就 delay 了。好，因为还在做。好了，开开玩笑。好，来，很简单的哈，其实根本不用2分钟哎。不用2分钟了哈，很快。然后剩下来就是这个袋子，
这个不是你们这样看哦，好像是在变魔术哦，但是不是在变魔术了哈、哦？我们准备定时机哈、哦，就这样，咔咔，然后连住，啊，这边也是一样哈。哦就这样，这样就一顶完成了，有没有到两分钟？没有，1分59秒。好，来。所以我研究这个，就是说让小孩子哈，亲子哈，可以来趣味的活动哈，然后做出来，小孩子大人带起来都很可爱啊。真的，你看我们现在长官都好可爱。所以哈、哦，我们只能用手工来做。像今天各位带的这个，都是我昨天晚上哈、哦、也没有睡觉赶出来的哈、哦。来，掌声鼓励，辛苦了。今天假如说我做一个模板，像工厂这样大量生产哈、哦，就很快了、哦、啊。所以这个我是刚接近一年时间来研究出来的哈、哦，你外面绝对看不到的东西啊、哦。好，谢谢各位。谢谢，来玩手的王老师啊，这个手工啊。梦的哈啊，将会呢有提供这个原木，然后呢让我们小朋友呢哦，或者是大朋友们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们一起跟小朋友一起来亲子哈、啊，来电烧这一个我们这个创作啊，所以呢邀请10月29号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这个陈亮齐老师的这一个电烧弱化黑皮创作展哈，也将会从10月29号在我们西湖的各些中心啊来展示。好，来邀请我们掌握贵宾来，我们一起拿这一个啊，这个我们在10月29号啊将会有来做这个展览。小朋友蹲下去。好，那我们邀请啊我们今天的一位嘉宾。由我们市长夫人刘老师，还有我们的赵副市长，以及我们四位的议员，还有我们各级处的我们的长官，啊，一起呢来拍照。好，我们麻烦先看中间。我们来先看中间，看一下中间哈、哦。好，先摆一个唯美的 pose， 好不好？好，再来二连拍，来黑面皮鹿可不可爱？好，我们今天的活动在不在？在。好，来，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媒体的朋友记者们啊、哦，再次感谢大家。看一下右边。